大家好，你们知道吗？在米林这里，森亨的对面有一间物理治疗诊所，里面的医师呢是从台湾留学回来的美女医师，她就是 Adeline。物理治疗呢，其实它跟普通的那一些可能像是中医治疗啊等等那些疗法都不同。物理治疗呢，就是主动让病人他们的像运动啊，像是一些仪器上的治疗啊等等这一些来帮助他们的那个疼痛减轻，然后甚至是恢复这样子。Adeline 在短短的两年内，帮助了超过50位的患者从减轻的疼痛到完全痊愈。所有人都适合物理治疗，只要你有疼痛的问题、muscle 的问题、骨头甚至是 joint 的问题，都能来找我物理治疗。可能有一些人像运动员，是上班族很常有肩颈酸痛、腰酸背痛，甚至是可能有些人他们是跌倒受伤，然后进医院骨折等等，这些其实都可以找物理治疗。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店里面有做一个，它叫 smart coating， 它很像我们有碰到的那些 surface 啊等等的这些，只要有光照到，它就会自动 sanitize 它。现在用的那一个 Hot System 是 T-Tech Solution，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就是 provide 我们这一个 service。在过程当中呢，我可以很方便的记录我的 customer 的一些 record 啊，甚至是像出单啊等等之类，我真的都觉得很方便。那除此之外，它也 provide 我们很好的 service， 帮我们宣传我们的店啊，谢谢你们。